With a dope style, honey on my wrist, cup of carrots on my neck, Givenchy, keep the chickens in check. 欢迎。Hello， 各位芒果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甜蜜的任务》，我是主持人露儿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第一次要喊出一个欢迎口号，那这个欢迎口号就是：宇宙之大，陪你自爆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甜蜜嘉宾林彦俊小菊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彦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林歌手，哎，对，小菊是带着好消息来的，因为就在今天，就在刚刚，4月12号的下午4:12，他发行了他的新的 EP。耶，刚生完，现在身体有点虚弱。烫手，因为太新鲜了。就是刚刚发行的，很烫手，很甜。他的专辑的名字叫 Escape， 其实 Escape 的意思就是在逃离。对，那逃离对我来讲算是逃离过去的一些出道以后的一些纷纷扰扰，然后去挑战新的未来的感觉。而且就是看起来为什么那么凶呢？到底在凶什么？是因为车开得很慢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不是日常看起来就很凶吗？哦，是吗？没有，我是看之前的你有说到这些事情。了解了解，对，我是一个凶神恶煞的。那其实这张海报首先很帅啊，这个必须得说。然后呢，其实有很多槽点哦，你自己知道吗？我其实不太清楚，槽点是。我们来细数一下这个开车的规范行为。首先，你看这个，哎，灯没关，哎，安全带没拉。手刹也没有放，哎，这还没有插钥匙，没有。我觉得我驾照可能会被吊。你要不要自己解释一下？给你一个机会。主要是因为，我考了驾照以后，我真的没有上过路，说实话。马路杀手。对，伤害大家的事情不要做，所以我就对摆拍了一些照片。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还是要呼吁一下，比如说跟你的粉丝啊，还有网友说一下，这个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对，这个要告诉大家注意安全。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对。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。那当然，我知道这一次的那个专辑的海报有个那个 N。对，有个那个 N 的符号是你的应援色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的应援色 B1217， 对，是吗？他们告诉我说，原来它是一个色号的一个代码。哦，就是水蓝色的代码。对，那我那时候在海报设计的时候，我就跟设计师说的这么一个缘故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不如我们在海报设计中也可以加入一些他们的这种应援色的概念，所以我就觉得还蛮酷的。对，而且就是处处都是有想到你的粉丝，而且包括就是今天4月12号是你的粉丝 Ebenezer，是这个名字的1周年诞辰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刚好卡在的是我4月6号出道，对，然后4月12号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，用粉丝的名字跟大家见面的这么一个时间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在思考。这张 EP 的推出时间如果能够碰到的话，那就最好不过了，就是这种 double 的纪念意义的感觉。对，好，我们真的感受到，就是小菊是觉得你很宠粉，就是处处都为粉丝着想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就是快问快答的环节。好的，甜蜜的答案任务规则，粉丝为林彦俊准备了4道关于偶像与粉丝之间有着纪念意义的题目，林彦俊需要答出3题以上才能为粉丝送出一张签名照。小菊，你能答对吗？第一题就是粉丝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？Ever 是我的英文名字，然后后面加了 ISM 的意思是，我们是紧紧相连的，很有我个人色彩的一个团体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接下来这一题就是，你戴印有粉丝名字的耳返，当时怎么想到这个小创意？当时拿到那个 sample 的时候，
他说可以加一些会让你在上台前更轻松更放松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更酷一点，而且特别有底气的感觉，对，就感觉粉丝陪着你一起在台上表演，唱破音都不怕。OK， 就是唱破音他们也会尖叫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一个就是你的外号小菊、冷艳俊、八哥、林业菊，最喜欢哪一个？其实我自己比较觉得有创意的是林业菊。你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说是我拼音的简写，有点像是化学公式的一个东西。从你的名字，就是中文名林彦俊，就是衍生了一系列的家族名称的感觉。没错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一题是，你的粉丝有很多自称，你记得哪一些？我知道，就是 Evanescence 跟菊姐菊妹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又到了我们的提问环节。出道了一周年了，粉丝最惊讶的一件事情，竟然说你的普通话进步了。我觉得粉丝可能误会了。其实我的普通话我一直觉得蛮标准的。你有做哪些练习吗？应该是周遭人一直在鼓励我，就是讲话越来越标准这件事，所以我自己还蛮感动的。接下来普通话也好，其他语言也好，我都会更加勇敢的去涉猎它。哦，我知道你是会好几种语言，对不对？对。有哪些？韩语我知道。英语、闽南语、粤语。哇，还会粤语。粤语。你是出生在海南，长在台湾，但是你为什么会说粤语？我在广州读书，跟同学聊天就会。哦，语言天赋很强。既然说到了就是小菊的语言天赋，我觉得你的新歌出来了，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来朗诵一下歌词怎么样？好啊， Get out of my head 好了。首先是英语版的 Get out of my head。 粤语我想一下，粤语的话，我不想再揽住，我不想再揽住。这个是我不想要再想着。韩语一个字就好了。卡卡 ，very 卡卡。闽南语的话，比较文雅一点的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行是走的意思吗？就是走开。可以更粗暴一点的。像。像呢，就是闪开，闪开，闪开。哦，这个语气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还有别的吗？宜春话。宜春话，就是我妈妈的家乡的话。哇，你家真是家族很庞大。宜春就是，加油哦，加油哦。我是一个凶神恶煞。对。这个很像湖北鄂州话，它就是那个 O 后面会发 U 这样的意思。点 Hill 面就是发这种音。对，这个韩哥说过。韩哥真的太恐怖了，他讲什么我就会被他带进去。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哦。Okay. 好，最后一个这个环节是粉丝歌唱大赛。甜蜜的歌唱大赛，任务规则。小菊需要点评从芒果 TV 饭团挑选的三位粉丝录制的歌唱视频，根据他们的表现挑选一位最好奇的粉丝朗读他的信件，幸运选中的粉丝将获得神秘大礼包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，这应该是一位菊妈，他搞不好是菊妹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播放了。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首林彦俊的《等待整个冬天》。吉他，等待整个冬天，你没出现。他在找东西吗？因为有你在身边。下一位，我是在高二下的时候喜欢上林彦俊的。现在的高三生活呢十分紧张，并没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去玩手机甚至是刷微博，但是我并不会因此而感觉到遗憾，感觉到可惜，因为林彦俊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。
只想永远牵着手，只想一起到最后。我有点阿令的感觉。可为什么只剩我，你流回的尽头？好，下一位。只想永远牵着手，只想一起到最后。可为什么只剩我，你留回忆的尽头。好，三位的演唱完毕了，请我们的小菊开始点评。我觉得首先那个菊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她感觉不是在等待整个冬天，是非常快乐的在度过这个冬天。要打分吗？也可以打分啊。不打分好了，我们选一个演绎最好的。好，我选择第二个。恭喜你哦，恭喜你得到了小菊的认可。其他的朋友唱得很好，但是呢就是怎么讲，第二个他能够感觉到他有在感受这个歌的感觉。大家要去 KTV 唱的歌，有什么技巧要传授给大家吗？可能会需要一点感冒。需要一点感冒？对，因为我本身是个鼻音还蛮重的。哦，所以就是有那种鼻音鼻腔共鸣的感觉，是吗？稍微还有鼻炎这样。哦，对，我也是有鼻炎。这有鼻炎能唱歌，这说话天生会带鼻音。好，那其实他们三个不仅仅是录了这个唱歌的视频，他们每个人都给你写了一封信。然后这个信呢是在我们的信箱里面，要不要自己去拿？ OK 好，这有三封信，非常可爱的三个信封。我选择，我告诉你这三个都是谁吧。这个是啪嗒酱，这个是刚刚你提的那个高三学生周易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小妹妹，叫做乌冬拌豆腐。乌冬拌豆腐吗？OK， 那我来听听看乌冬拌豆腐。哦，亲爱的林彦俊，我呢是确诊了重度抑郁和焦虑，住院后病情稳定出院的一个小菊妹。想想没有认识你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妈妈总是提心吊胆，怕她上班回来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。而现在我已经开始试着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你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记得你说自己有一些恐高，却在 Fireworking 里战胜恐高，表现出色。你让李荣浩老师觉得特别凶，而且自己的 rap 更好，却在爱人里甜甜的。你有轻微社交恐惧，也有些挑食，却在野生厨房里默默尝试很多事情。无论多少阻碍，你都没有放弃。我也慢慢开始坚持吃药控制病情，而不是每天抗拒吃药。而且我要证明林芝霸的粉丝没有在怕的，我也想强大起来，和大家一起保护你。但是其实忧郁症跟焦虑的时候，不瞒大家说，我出道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症状。其实出道以来对我来讲应该是非常喜悦的，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曾经做练习生的时候梦寐以求的东西，但是呢却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困难跟挫折在等着你。我发现当艺人以后比较难去分享这些内心的不安，因为想着就是说希望大家看到我的时候都是非常开心的，非常正面能量。其实生活中常常会有很多觉得累的时候，觉得不开心的时候，所以我才很热衷讲一些很没有营养的冷笑话东西，去让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有趣一些。那人生很长，不管怎么样一定还有很好的未来在等着你，所以把后面的东西都逃离掉。然后这个小妹妹我觉得你也可以逃离掉，让你的所有的不开心全部从你脑海里 get away， 对，走开， get out of my head。非常谢谢小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她自己的故事，最重要的是发了新歌，粉丝非常开心。对，所以呢其实今天这个节目我们为什么叫甜蜜的任务，其实是
我们是一个宠粉的节目，这些很多的问题啊，包括互动的环节，都是你的粉丝，你的 Ebenezer 给你设计的啊。所以今天也希望你帮我们可以签两个芒果仔，还有你的照片送给你的粉丝。在这里呢，要特别提醒一下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想获得林彦俊的签名照和签名芒果仔的话，请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。好的，谢谢俊的粉丝们，谢谢你。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让我们再最后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。好的，甜蜜的任务成功。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小小的互动，是就是刚好我们今天现场有位女导演，就是你的粉丝，哦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菊姐，对，希望你可以就分别对一姐、菊妹来安利你的 EP。OK。Ready Go！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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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哪，你好，你好，感觉很冷。好，第一个是一姐。一姐，嗯，姐，我最近发新专辑了，我要出几首歌比较好。你不是出几首我都会买。好的，谢谢。这回答满分，好吗？这波回答满分。好，那接下来是菊妹。哥最近发了 EP 了，我知道。你还小，可能有些东西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去听一下，以后再碰到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难受，可以吗？哥有什么想要表达的？哥表达就是哥这一路走过来能够变成哥的原因。好，谢谢你，恭喜你追星成功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。谢谢你好，小菊，谢谢你鼓励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听医生的话，按时吃药，我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，而且要活得很出彩，我也会像你一样把温柔和力量带给别人，你的未来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你是最棒的。甜蜜的任务，下期看点。未知身份的火星人带着神秘代码空降地球，他究竟带着怎样的超能力，竟声称要用音乐征服人类？又是什么让他成为舞台上的大魔王，引领九万人高声吟唱？火星人到底是谁？4月29号，周一上午10点，甜蜜任务带你相约火星少年。